第52集《电磁传说》。萌萌，你这是在比划什么呢？我在试着用右手定律找出磁力，但我总觉得好像哪里有问题。我的天哪，萌萌，你用的那只不是右手，是你的左手。哦，哎呀，没关系。所以你刚刚是在试着解决谜团呢？对啊，不过我觉得有点糊涂了，你能再给我讲一遍右手定律吗？没问题。小朋友们，你们还记得右手定律吗？你们能做一个这样的手势给我吗？好，现在确保你的第一根手指指向的是电荷的方向。哦，对，是电流蛇，就是电荷移动的方向，对吗？没错，现在将你的第二根手指指向磁力场的方向。好的，磁力场，磁力场从磁铁的北极延伸出来，然后转圈回到南极，对吗？非常棒。那么，如果你的这两根手指所指方向正确的话，那么你的最后一根手指所指的就是作用在电荷上的力的方向。我一定要记住这个手势，这个能力太了不起了，科学赋予了我超级英雄的学识。没错，小朋友们，现在你们想起这个手势了吗？你们会应用这一知识吗？我忘了上次那个测验了。哈哈，真是个傻乎乎的考拉。小朋友们，你们还记得如何利用电池和磁铁制作出发动机吗？我来提醒一下大家吧。哦，好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右手定律来理解电线的运动。没错，你相信我吗？小朋友们，准备好将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验中去了吗？我们出发吧。嗨，小朋友们，这里放着上次我们在游戏中做出来的发动机，我们来看看它运作的样子吧。哇，太酷了！我很高兴你能喜欢，不过这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我能用我的右手来找出答案。做个手势让我看看。像这样。很好，那么第一根手指代表什么呢？第一根手指表示的是电流的方向，电流顺着电线一圈一圈的流动。对了，你说想要产生电力，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电路呀？没错，我们需要一个闭合电路。在发动机运行时，电力从我们的线圈顶部流到底部，触碰到磁铁，随后再返回到电池那里去，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闭合电流圈。我明白了，一个封闭的电路，不然电灯就亮不了。很好，那么在右手定律中，第二根手指所指的是磁力场的方向，对吗？没错。那发动机中的磁场指向的是哪个方向呢？让我想想，这里的磁场也是从北极出发绕圈到南极，所以磁场肯定是从临近电线的地方出来的，是这里吗？没错，磁力场从电池底部出发，穿过电池再绕圈回到磁铁的底部，在这儿停住。也就是说，电流是向下指的，而磁力场是向外分散的。哇，那现在我的大拇指告诉了我力的方向，它指向这边。没错，因此我们能看出力将线向侧面推。什么叫力将线往侧面推啊？好的，我们来复习一下。右手定律告诉了我们，当我们的第一根手指
指向电流的方向。别忘了，电流沿着电线流动，绕圈再回到底部去，也就是说电流是指向下方的。第二根手指告诉了我们磁力场的方向，磁力场从在底部的磁铁出来，沿着线绕一圈之后再回到底部，也就是磁铁的南极。因此磁力场是向外部扩散开来的。那么如果我们观察我们拇指的指向，就知道磁力场在迫使电线中的电流把电线绕成一个圆圈。现在我明白了。我就知道你可以的。小朋友们，大家弄明白这现象背后的科学解读了吗？小朋友们，在探索理解电磁学的路上，你们已经学到了这么多知识了，我真为你们感到骄傲。是啊，克里斯博士，我对物理学的神秘世界了解的越来越多了。太棒了，来复习一下吧。首先我们学习了电荷。电荷分正电荷和负电荷，它们制造出了电老虎。正确。相同电荷间相互排斥，不同电荷间相互吸引。不过当电荷开始移动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产生电力，电荷必须得沿着环路运动才能点亮电灯。我在自己家里可以通过按动电灯的开关来制造出电流环路。没错。接下来我们讲了磁铁，每个磁铁都有北极和南极，就跟地球一样。因为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大磁铁。你知道还有什么东西也是磁铁吗？指南针。磁铁喜欢跟对方一起跳舞，而且指南针始终都跟地球的磁极保持一致，指向北边。好记性。磁铁可以在它周围制造出一个隐形场，叫磁力场。这一条条线从北极出发绕到南极。没错，而且其他的磁铁还喜欢通过跳舞的方式来跟隐形场对齐。不过磁铁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们能与电荷间相互吸引和排斥，那是因为电力和磁力在一起组成了电磁力。对，我已经等不及要用我学过的电磁学知识来制造许许多多的创造发明了。我会用电制造出发动机，把它变成一块能让其他磁铁转起来的磁铁。太聪明了，我打赌你一定会好好借助科学新朋友们的帮助解决这个世界上的许多问题。不过记住，要常常练习你的知识，并随时做好接受新知识的准备。我不会忘记的，因为我写了一首歌来帮助我记忆。磁铁线。
天